到吉普国家森林公园这个门口，刚进来没多远，这里今天下雨，没多少人，在路上等了好久了。看上去这边还看不到后面山，还是很原生态的这个园儿。这收门票了，80000英镑的，跟那个到时候再往上面走走看。是到达这个吉普国家森林公园，但是我是徒步上去的。可能还要很久啊，今天都不知道能不能走得上去，因为我的走的还是有点慢，有6-7公里的。然后这边可能会先到达一个军事基地，它原来是一个废弃的军事基地，可能还有很多遗址吧。可以看得到这个山呢，这越南这块的山，你看连绵的蜿蜒起伏。我正在这边走，还下雨了，幸亏带了一个小雨衣啊。但是雨可能会下大，刚才走着走着下雨下太大了，我没办法，我就眼看就走到这个目的地了，我又走到一个这个别人居民区这里来歇脚，因为雨下太大了，不知道能不能看到这个地址，镜头都沾水了，不知道能不能看到这个地址。就这个地址，我要到达这个地方了，眼看就快到了一个军事，一个废弃的军事基地，这里。但是雨下太大了，当地人就打着伞，我没办法，我就跑到他们山脚下这个村庄来了。都我的背包还在这放着，下雨下的太大了。前阵在这村落里面等着雨停，足足等了一个多小时啊，顺便吃午饭，这里头大水牛了还。走到他们原来问清楚，这是一个军事的医疗中心呢，原来作战时期的时候一个在山里面做了一个隐蔽的医院呢，门票要收40000英镑吧。然后上去了路人，这到达这个军事基地这儿，吓我一跳，我还以为是真人呢，原来的就是指挥所一类的，刚才着实吓我一跳。他还地上还有这玩意儿，是柴油发动机。刚他是，我还以为不让录像，让录。这里面是这玩意儿啊，很重的，这军事基地的东西是重，全铁的啊，拉不动。哦，这里面还有枪啊。暖水壶、枪，这不是什么不知道啊，弹药库吧什么。哦妈，吓我一跳。哦，这是医疗室啊。碘酒一类的东西啊，医疗室。这边是一个一个小型的会议室，把人吓了一跳。这边也是一个医疗室，这玩意儿建的还是挺结实的。小孩儿就从这地洞里面走。哦，这还有地方吗？哦，出水的地方。这以前的电闸开关呢，还保险丝什么的。哦，这是出水的。
这边洗手了，洗衣服什么的，水池啊。哦，这军事基地建的还是蛮标准的。这个应该也是医疗室吧？哦，他们晚上休息的地方。文章了，还有一些化学医疗用具了，病人休息地方。哦，这是他们的宿舍，当年的宿舍，都是这样的。空气还是蛮透的哦，这是医疗室。哦，这个是餐厅啊，这也是。这是往上走，继续往上走，这个发现是出水池在。这么多空房间在里面。哦，这也是床，在这休息了。每隔地方都有渗水的地方。嗯，这是一块大的铁门呢。铁门呢？哦，这就出来了，到达另一个地方，豁然开朗了。那这里也没什么，出来之后就是这些东西。当年在这山洞里面还是不错了，当年的，刚好有这个位置啊。它借助这个山洞，你不管炮轰也好，还是怎么样，它也打不着。完了，在这里面就是一个军事医疗基地嘛，当年的依山傍水的，也可以说是，是吧？对，就是我们慢点无所谓，反正也没事。哎，我就是南霸，我就是南霸。对，这边。看看这景多好了，这个比广西南宁萍乡那边的，我感觉还是很。我去年在那个哦，在阳朔。哦，那你都想吐了，干到这儿了，有点。我到了最阳朔，我去到那里嘞，我都没住酒店，我直接找那个附近的那个问题，那个月租房子。才一个月才450块钱，可以啊！你是不是简单买点东西是吧？我就这里，我就背了个书包，然后那个锅那个电热锅啊，都是网上买的。哦。我在那里住了一个月，我说实话就没花什么钱。那你做了，你关键是你们广东人也会做东西，你那样吃的很爽，你自己感觉很满足啊。我觉得就是桂林那边的人做饭不好吃。有可能就真的很难，而且又贵。你给我一个哥们儿，不管去欧洲还是去哪里，都带个包到那儿煮点中国菜吃。他带个那种微迷你的电饭煲。我本来也想买的，但是我看到这个电饭这个到吉婆国家森林公园这个门口，刚进来没多远，这里今天下雨，没多少人，在路上等了都好久了。看上去这边还看不到后面山。还是很原生态的这个园儿，这收门票了，8万越南盾的，跟那个，到时候再往上面走走看，要从这儿爬上去，山不太高，据说。这是登山道，我们上去了，准备，也很难走啊，然后这个路有修建，但是走着还很吃力，毕竟背着相机，背着包还是挺多的，雨林里面。还没到最雨林最深处呢，走到了，还去700多米的山，也不是太高。它这个路还是比较那个原始的，在山里面。对，下点雨，植被看上去也不是太茂密，可能季节原因吧。山里面稍微深处的地儿。下完雨出太阳，你听着声音。往这边走。虫叫的声音。打开。对，方向直接导
哎呀，这个时候出太阳是真好啊！这个时候出太阳，这个时候光线多美。刚才我们换条路爬山了，这个山路还是比较崎岖坎坷的啊，有点从这儿上，这边上吧。啊，这边一直是大石头。连下午三点了都，看到这儿的光线色彩斑驳的，这边太阳出来了，现在这光线多好，距山顶也不是太远，应该一会儿就到了吧。这时候出太阳了，终于不担忧下雨的事儿了。哎呦妈呀，这么大个蜥蜴的，变色龙，变色龙啊，这是。哇，看到没，这是一只螃蟹，红色的。全是这种肉。我就是没有老外那个纸，要不然我就玩攀岩。是。全是这种肉啊，这。我还想去蹦极，一直都没有去。蹦极别去了，潜水要不要去？啊，在这里潜水没去过。水费浅，不是不用那个氧气瓶。我也不是那个什么仙本那有很多吗？不用考证啊。这边有，我这两天看一下有什么那个的话再说。小心这里了。这是到达这个，翻译成中文叫玉顶，是吧？玉顶峰上面，玉坡国家森林公园。下午出太阳，没想非常美。已经到顶，再往上面看看，到达山顶了。但是这里看上去确实很美啊，还有个亭子在这里。到达最上面就这样的，山连着山，水连着水，这是一个观测亭，都是这样。到达山顶这个亭子里面，一个老外在这聊天，这周围的环境是看到的，它这个。三年的山，水年的水，很美。Yes， 有是吧？嗯，是。哦 ，OK。遇到两个韩国人，他们懂中文 ，Hello， this video， 他们懂中文，然后就聊。啊，他们啊，你 YouTube。啊 ，YouTuber， this video。啊，你 YouTuber， this。啊，我在中国的时候是他们个，出什么事？啊 ，YouTube。YouTuber is what YouTuber is to see the you. Yes, YouTuber is to see the you. Oh. Yes. 是你。Yes, myself. 真的？哦，等一下，Okay. 你懂中文吗？一个韩国人，他们Hello， 他们不懂啊，不，他们懂中文，但是他老是以为越南的很多地方是中国的。哦，其实不是的。然后刚才给他看一些视频，非常可以。韩国人他们还要在这玩一会儿的，然后我们先撤了。刚才帮他拍了几张照，加了我的微信，还有脸书。这里真的是很美了。不过现在下午四点，我们也要回去了。这块都挺美的。这是准备下山了，这下山路也很滑啊，因为这边到下山还有点距离的，可能要走，用不了一个小时，但是要几十分钟吧，大几十分钟。然后还好今天上午下雨，下午爬山上来之后它不下了，现在还是这个色彩斑驳，空气很好，幸亏带了驱蚊剂，不然这里面蚊子能把人咬死。越南人不怕蚊子，我们这外地人看着蚊子，我们怕着蚊子就是怕得了疟疾什么的，在咬了之后有时候得了这种隔灯热都有可能，登革热都有可能，但是他们越南本地人没事，他们有免疫了。对，这个还是你看一下，这植被还是不是比平祥比广西那边要翠绿点。平祥我没去过。不是，就是你说的阳朔。阳朔他那里晒太商业化了，东西是一样的。东西一样。就是坑人。这里也不怎么坑啊，人也没说啥。这里你再到阳朔停这个车30块，我跟你说。你就停那里拍个照，一小时半小时30块，我没骗你。是。平时可能
就十块，因为有些游客因为这个还报警了。是。我到那里之后，我就买了个山地车，买了个水泥车，花了800块。那山地车最后怎么搞了？山地车最后我就直接送给了老板。送给老板？送给了。你卖给老板，老板不要。哦，你要寄回去。我都说我天天都在骑山地车，我每天都能。哦，你买个山地自行车是吧？山地车就是专门骑这种公路车，不是那种花车，就是公路车，知道吧？那是二手的。是不是自行车？是自行车，但是那种山地车。哦。我就800块买了之后，本来想说卖个100的嘛，他不要，哎，不要我就送给他了。我也不懂自行车，就本来我想骑行，请问。听说骑行很伤那个，伤屁股是吧？伤屁股还伤膝盖是不是？还是伤前列腺？不会伤膝盖，你徒步才伤膝盖，你骑单车不会伤的，你最多你就屁股。哦，屁股还有。你买一个骑行裤就行了，我是买了骑行裤的，我一天能骑。不是你骑行是不是很伤那个老二这里？还是说是？不会，你不是那种专业跑一天骑个200-300公里的，那不能的。一天跑个50-60公里的都没问题啊。你要这么说，我都准备买个山地车呢，因为我有骑行啊，我在家里也骑行啊。因为我不懂，因为我那个你不是也看那个油管上还有那个包括西瓜视频，不是那个一个鞋底骑行，你不看的过？还有一个什么朱志文骑行，我看我老看，我说骑的。我没有去做这些频道，但是我会就是。不是，我就也我也不想跟他们比，我就想这简简单单就是骑着，还轻松骑二三十里地了，或者说甚至十里地那种。就是旅行 vlog 可以做的，就是骑山地车啊，做博主啊，可以的。哦，你这么说，我就准备买一辆了，因为我买一辆才买捷安特才2000多。对，因为啥呢？你买摩托车，说句实话，一个运输成本，还有一个说句话实话，我的骑行技巧不是很好。对，我还真怕万一跌倒了或者怎么着。摩托车买自动挡的就行了，但是国内很多地方又禁摩，这就很尴尬了。对，你在国外的话，我呢我就怕万一说一个运输成本，因为这个国家串那个国家，还有一个你要有国际驾照，你要去对，我也没有国际驾照，我也没有，然后驾照是有。你去转一下，你要摩托车驾才能转啊。那个自行车嘛，最起码来说危险系数小了很多，当然也是看路嘛，就是我就是往这方面想了，再加上这东西也不用加油了什么，就自己就。就是你，10公里就可能吃个包子呗。我跟你说，你骑自行车你会自然的减肥的。减肥啊？对。我的不行了，兄弟，你看我瘦成啥了？我还敢再减吗？多吃肉嘛，多吃肉，你只要有运动了，多吃肉，你身体就好了呀。你别看我瘦啊，其实我你不瘦啊，你这体格刚刚好，也不胖不瘦。我不胖也不瘦，但是我身体很好的。没有，那个人胖乎点，有时候显得人这什么。我也不想搞太胖了，搞太胖了我就是出来玩我都累，我爬个山我都喘。你知道为什么说人稍微微胖或者身材是不要太偏瘦？因为你这个显得人抵抗能力好点，加上那个确实人，你看不管拳击比赛是啥，也是看重量的。能提高你的乳房，好像再翘一点，就是这种感觉。但是说实话，他也就冲两下都行。本来是这个量。我在那个海防是50万，不是，我在河内是50万按摩，然后海防也是。我没有按过床。90分钟。我没有按过床。也没偷钟，就是但是总体来说也你主要语言不太通，也你要是让他大点力他也会大点力。哦，不用跟他们聊天呢、啊、我跟你说就让他们按就行了呀。对，也没工夫跟你聊吧，基本就这样吧。我跟你说我去打洞我都没开，没什么意思，跟他说。昨天人就要找对的，不好像昨天那个一定要我给他找对，我就不给。小费啊，做的时候要小费，
走的时候也要准备。那个不是哦，那个就是高兴就给，没有说一定要给。那边就是你住的地方，到海边本来徒步比涂山那个地方到了还近，然后他根本就没有完全没有距离，所以没必要订那个。然后他我是说星级酒店比较贵，因为我们有朋友以前是搞那个酒店生意的，然后加上我们也自己有很多会员卡，那时候用积分了，但是你要买实际酒店都，因为它是成熟体系。它的服务比较好，所以说它价格相对高，但是你要订这个一般七天了或者一类的，现在我不知道那边还有没有限，就是这什么万什么江了什么这种。那个我说实话，我们一楼的就住一个。哎呀，那个没有没有，你两个人住一个酒店，你刚好又省钱就那个。那边不存在你说的这个什么像这边一样那个，但那边是很休闲的。那边白人玩的比较多吧，整个都是白人在这玩。然后，主要是普吉岛很清秀，还有镇，还有镇上比这边秀气的，不像这镇一样这么。还有镇上也有搞艺术的，也有什么夜市。他这里都没有商业化。那边有商业化，但是他也不坑泰国人，基本上你借厕所，我在那他也借，然后也没买他什么东西，我说去下厕所，他说可以。普吉岛英语普及率蛮高，基本上他们都懂。然后你基本上我估计说中文也没问题。反正那边菠萝炒饭还有吃饭上比这更自在一点吧。这边吃饭没得选，就河粉的那个几样东西。那边吃饭你就。你等会儿我给你带到这儿，你装呢？妈的，这个群也有装的。我今天就发那个什么，我住一百多酒店啊，我就每天都是住一百多酒店，我就考虑一下。有装的，也有真实的，也有没藏着掖着不装的。那个不是你说几个月都是这么住的话，我不相信的。啊、嗯。是吧？没、哎，那没有，来。那几个月你说来玩两三天还可以啊？对，几个月。而且那个人他妈的是带人家洗手机，哎呦，好多啊！我跟你说，而且他天天那个晒他朋友圈，他是晒人家洗，还是比较稀的，你知道吗？他一开始呢，我拉进。可以喝柠檬茶，一般两万越南盾一杯，有时候一万五，用蜂蜜调的，我觉得还口感还可以，虽然说很简单的。那是太科技。你知道拍照就这个时候光线最好，这个时候他那个，我在那边人家没人小卖部。你想一下嘛，你去那里不消费，那怎么行呢？消费一下人家。是吧？哎，我中午吃了那啥，带了点干粮，带了那个香蕉干，还有那个东西。其实我也不知道，我也吃蚂，好多蚂蚁啊！哎呦妈，回来，我赶紧跑掉了，没办法，我冒着雨往前走。你看这湖水。哎，我可能广东人喜欢喝茶，我就在喝喝茶就拿碗喝。他说这边中国客人比较少，我说可能旅游团没来。很快就开通了。吉宝岛来中国人来的都少，因为这边很多人也线路也不怎么熟，不知道。有时候你要说太贵包车，他们也不想来；你跟团更加不想来了。除非说有人专门玩的，人家就想。对啊，我们来就合适啊。是啊，我们来就合适啊。
上。在广州现在我们准备找一个餐厅、咖啡馆类似的东西去吃东西、喝点东西啥的。这个光线下午是非常好的。今天没想到下大雨，但是回来的时候路程倒是非常顺利了，千空万里。这越南人都不太多，这边都是老外租摩托车。本来我说今天租的，因为我出来的比较晚，我赶上来的时候走不了，回来的时候坐一个中国朋友的摩托车。宰客呀，宰客。那那边就也是洋人去啊。哦，洋人喜欢给小费，我们中国人不给小费。那我们那可有天价物资，可是有天价的这种东西，有时候也 那有些有钱人呢，他就也是要小心点哦。他一万块钱的房子有是吧？我是骗过的，那人家一万块钱的房子那就定了，眼睛都不眨一下的。兄弟，你可知道他们有些是有生意，有些是商务的。我说商务可不是说商务的少，基本上就是他自己家庭出游。哦，那家庭旅游也有，带着小孩没办法，有时候他们要住那好一点的房子，然后。人家那我就开心那种，他一个人吃饭都有，那可是，但他还真是有吃饭都有。这边光线不好啊，你还是到那边嘛，一会儿到那边吃完东西之后，喝点东西你恢复一下。我已经恢复了。我怎么没喝水？吃点东西，然后去那河边，那个晚霞非常美。还有人开摩托艇在这儿，不是不是，不用你开，你在上面看，你看着我装摩托艇，我都玩过的，说不准有时候。哎，你别慌，你别。对，往前走一下，这个地方太深厚了，还是有点距离的，还有点距离。我今天老是以为超过了，我怕你。哦，就是你看了吧，走那边就对了，走那边就对了。还有个。下去了点油是吧？你到那儿就行，到那儿这总共也就方圆不超过2公里。要不要再停一下拍？这儿是很美，可以拍一下啊。拍一下后面的车。没车，后面没车。后面没车。对对对，这儿可以。关键不下雨，你像刚才那样下雨，你也慌了，我也慌了。大家都慌了。没事没事。哦，这个夕阳西下很美啊，你看一看这边。
这是原来是个工厂，估计做鱼露了，做啥玩意儿？大哥，我看 GoPro 要4-5千的，对，你就拿这个拍就行了。是啊，可以看它这边的自然风貌也是，据说跟这个朋友说，他说跟广西很类似，那简直一样。你看这边，这都是自然形成了，这山上，这有很多老外在这拍的。哦，这还有个亭子啊。老外，老外攀爬，有时候几十层楼的大厦攀爬，也在深圳有时候摔死过。这真是就你说了山路十八弯呢，这弯的转来转去的。如果迟到早就该到了。到了滩涂了，非常方便。这价格实在做得好，那个好滩涂，网上找到了，专门去了。骑着摩托车骑到这里，大概都走了将近多走了一个多小时了。不过路上风景也很美，然后都搞得我都快晕掉了，衣服都湿了。这不走到这餐厅里面，哎呦妈呀，蝴蝶都来了，在这点点餐吃吧。另外一个中国朋友一会儿就出来了。